心，海底鲸鱼的沉睡，印象星河在我蓝色的心岸停泊，远方的诗歌藏进漩涡，下雨泪中会化作泡沫，想念的云随着风轻落，我依然记得，心在天高海阔，煮灯火一起看日落，谁的梦哎，不过啊，我警告你们这些新朋友，他以后要是再被人欺负，我还是会来的。放心吧，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就说还是我们卷烟厉害，让他输的下次不敢来丽英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申请到学校宿舍了，今天搬过去。以后不回来住了？不回来。你爸同意了？同意了，不然怎么交的申请啊？你爸给你签的字？你不给我签，还不让我找别人签？别人？你找别人带你爸签字了，那你就不用管了。反正从今天起，我就不住在这儿，咱俩前尘过往一笔勾销。什么前尘过往一笔勾销？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？以后你就自己住在这儿了，咱们俩也不用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了。哦，还……哎，等会儿，这个你拿着，别到时候回来又来麻烦我。谢了。包的脖子都写作业了，全被这破卷给。你又想来一遍月考突击了吧？国庆之后就是期中了，烦死！哎，建议这国庆七天假，咱出去放松一下，叫陈松来。放假这几天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我得看电影。你真扫兴！你呢？我不想放假，我就想学习，学习使我快乐。那你写，一直慢一下就行。一个个的，帮我提一下。好好七天全浪费。雨林啊，雨林啊，咱们一起。那你要提啊，是这个。我给你写个公式，你就能看懂。嗯。哦，我就知道问你肯定没错，谢谢。没事儿。放假这几天我都在店里，你要是无聊，可以来找。这个颜色老师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嗯，真好看。你可真聪明，这个颜色啊显得你指甲亮亮的，而且老师肯定不会发现。
哦，对了，我爸给我订了一个随心飞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但是我觉得国内太无聊了，我在想这次是去冰岛呢，还是新西兰？就时间太短了，要是有一个月的话就够玩了。真羡慕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。哎，像我呀，就只能在本地随便玩玩了。许如意，你放假准备去哪玩啊？我就在宿舍，看看书。看书？都什么年代了，放假还有人待在宿舍？怪不得你没朋友呢。我就是他朋友啊。他想出去玩还是想看书，不都是他的自由吗？我又没说你，你在这急什么呀？我也没说你，你急什么呀？林雨金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算了算了。真是。你别在意啊，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，你别管就行了。其实浦城也有挺多好玩的地方，咱们到时候可以一块儿去啊。嗯，好。喂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学校呢。怎么了？突然给我打电话。你爸回来了，你回家一趟吧。哦，知道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都不在家？我去给明修打个电话。哎喂。你是林雨金的父亲吗？我是。哦，林雨金同学今天啊请假不住学校，请家长确认一下孩子啊有没有按时回家。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我问你话呢，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跟同学吃了个晚饭。跟我来。你班主任联系我了。你为什么背着我住校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不准你住校。我们同学都在住校，学习效率更高。你不要狡辩，老实告诉我，谁给你出的主意，冒充我在住校回执单上签名？告诉我是谁，我要告发到学校去。你不说是吧？我现在就告诉你班主任，你不住校。你同不同意我都要住校？我不想住在这儿，我不想跟你们生活在一起。再说一遍，我不想住在这儿，这不是我家。我是你爸。我住在哪儿，哪儿就是你的家。可我不姓关，也不姓孟。你姓什么不重要，你必须住在这儿，哪都不许去。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吃软饭，你就是吃软饭吃习惯了。我不想跟着你一起。你太过分了，你太没有规矩了。是，我没规矩，那是因为你从来没管过我。你还顶嘴？够了。林雨京住校的事是我同意的，字也是我签的。之前我俩吵了一架，关系不好，所以他说要住校，我就把字给他签了。你们吵得我头疼。林雨京，你学校不还有事吗？还不快走！站住！
人坐这儿干嘛呢？啊？李岩怎么了？谁打的？咱们打一架吧。啊？我现在很不爽，咱们俩打一架吧。我就想找人打一架，你跟不跟我打？你不打我找别人了。打，没问题，我陪你打，想怎么打都行。但能不能别哭？啊？吃吧。你怎么不躲呀？躲不过呗。疼吗？还行吧，没什么感觉。都这样了还没感觉？确实有点影响你的美貌。我给你贴个创可贴吧。我这个伤疤，你得连排贴三个才能遮得住。我看前面有个药店，要不我给你买一卷纱布，绕一圈缠脑袋上，一看就是个有故事的社会哥，挺猛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赶紧吃吧啊！我已经非常饱。城市是不是太暗了，连个星星都没有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也跟你来一拳，立马就能见到星星了，怎么样？那我回去了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你好好休息。玉匠，那个，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玩？去哪玩？哦，我还没定好呢，定好跟你说。那要不加上徐如意一起？没问题。那我回去了。喂，郝松南啊，哦，我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。我跟沈娟说好了，明天咱们一块儿出去玩。那我去不太好吧？那有什么不好的？大家一起有个伴儿。嗯，那好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嗯。喂。那个事儿定下来了，决定去农场。计划是待两天一夜，你把东西呢都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我来接你。好，那明天见啊，拜拜。明天见啊。沈娟说咱们明天去农场，计划是两天一夜。农场？我还没去过农场呢。我也没去过。哎，翠花！哎，
哎，铁柱，这鹅养的挺好的，你牛也不错呀。那这过年给我弄两只呗。好嘞。林雨晶，啊，喂，我现在在你宿舍楼下呢。哦，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妈让我给你送点橙子过来。谢了。你跟你爸怎么回事啊？就你看那么回事。他经常这样打你？这是第一次，以前他都不怎么管我。我刚才没有在帮你啊，我只是看不惯他打你而已。知道了，谢谢哥哥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别用那么恶心巴拉的语气跟我说话呀？我这次是真心的。放假不回家，准备去哪儿啊？跟同学出去吧。去哪儿？去多久？去农场，两天一夜。去那么远还过夜？不是，你们几个高中生都是未成年，没有大人跟着怎么行？安全能保证吗？那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？我得看看我行程安排，不一定有空。我们好不容易出去一次，而且车都还没订好呢，要不你送我们一趟？那我就勉为其难，答应做你们监护人。不过话说前头，你们几个别玩太野了，早睡早起知道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不是有你在呢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拜拜。明天我过来接你啊。沈娟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徐如意，这是沈娟的朋友何松南，也是我们学校的。你好。你好，小师妹。哎，你是不是说你订了一个车了？哦，应该快到了。哎，到了。怎么样？我来得及时吧？及时，及时。这些是我同学，这是我哥。你好，我叫沈健。你好，林哥。我哥姓傅。走吧，上车吧。走吧。师妹，我帮你拿包吧。林雨晶，我是你司机哦，坐前面来。谢谢，尝尝，可甜了。哎，你不许吃。我不认路，你得提醒我怎么走。吃东西容易分心。手机不是有导航吗？哎呀，导航容易出错啊，导航。行，那我帮你看着吧。那个前面要上高速，提前变道。哇，我们来了！
么样？这儿风景不错吧？还不错。嗯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农场不太一样啊。你想象中的什么样呢？我还以为扛个锄头、裹个头巾，脸上、身上都是泥呢。这次带你来就对了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绿色生态新农场。哎，咱们往那边走。嗯。你怎么有这儿的钥匙啊？难不成是你家开的？还真是我家的，我爸妈开的。来，两个姑娘的房间。可以啊，何松南，挺低调的。我还没出来度过假呢，这真的挺好的。国庆挺难定的吧？托你的福了。你们要谢就谢娟爷吧。啊？娟爷不是想带大家出来玩吗？看看风景，放松放松身心，就想到这儿了。怎么样，心情是不是很好？嗯。你们的东西我都帮你们收拾好了，这边有好多娱乐设施可以玩呢。放放行李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再去玩。好，好。走，带你们去你房间。妈，不用担心我。嗯，我就是今天跟朋友们来农场玩，我就想家了，不用担心我。嗯，拜拜。学长。啊。那个，这儿晚上气温比较低，我来给你送个茅台。谢谢。他们都已经出去玩了，要不我带你去逛逛？好。哇呼 ！Hello。哎，你们俩能不能开心点啊？沈娟，哥，别玩手机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你俩合张影吧，拍张照。来，三二一，笑。你们俩对视一下，再来一张啊。三二一，对视。接个电话。妈妈用高一点，好吧。来。接个电话，哎，咱俩继续啊。行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跟你等一下。对不起啊，哥。这么搭的，我来我来，你得找一些长短差不多的木棍，然后给它搭起来，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圆锥体，中间这些缝隙呢，就会让空气更好的流通，这样更有助于充分的燃烧。
沈娟。啊。你电话。你会弄吗？嗯。我帮你。小心啊，他们折到人很痛的。你会喂鹅啊？小时候我家住农村，家里也养过鹅，就是拿这种料喂它。你之前也住农村？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夏天，我就经常半夜跑出去，然后跑到那个囤料的木屋里躺着。那个木屋，我记得上面刚好有一个洞，然后就能够看到月亮。小时候我家也有一个木屋，木屋上也有一个洞。也能看到月亮吗？嗯。这次我来吧。能行吗？可以。哎，这不简简单单吗？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买了好多菜。这么多，拿出来没有？摆上了。啊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错啊，这样搭起来以后啊，这火烧的还挺旺的。我爸以前教过我，好久没搭了。蔡大汉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你俩配合还挺好啊。他的住校申请是你签了字吧？啊。他因为这事儿挨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遇见他了，但他也没跟我说。不过我也猜到了。对不起。其实要道歉的人，应该是我吧。我跟他不是亲兄妹，你知道吧？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哥哥，我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妹妹。直到昨天看到他挨打的那个时候，我第一次生出我是他哥哥的感觉。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。他那天找我过来帮忙签字，想要摆脱这个糟糕的家，我都没答应他。还好有你帮他。这个行程是你专门为他安排的吧？沈娟，我这个当哥哥的经验不足，还好有你们这些朋友。聊什么呢？快过来吃东西啊！走吧。你不会玩真心话大冒险？
就是游戏特别简单，你随便选一个，你玩一轮就会了。那我选真心话。好，那我来问，你最开心的事儿？啊，最开心，一样的开心，就是今天跟你们一起出来玩。对呀，多开心！来来来，哎，我们还没开口问呢，你这放水太明显了。那我替他喝一个。哎，等会，喝这个怎么行啊？好，哎，娟爷，你怎么回事？多喝点儿，多喝点儿。嗯，干了啊，得干了。给你鼓掌。可以，下一个。来，走。你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。我把那饮料喝一下。哎，不，你是成年人，你当然得喝酒了。得喝一半吧。成年人得喝成年人的酒。没错。多喝点，二哥。哇，我选大冒险。俊爷，你来想一个让林雨欣做的大冒险吧。那就喝一口饮料了啊！哎，我跟娟爷比，我那哪叫放水啊，对吧？下一个。行，来一起喝一个，走一个，哇！一起喝，干了。还是你，哎，不是你喝错了吧？你这是带酒精的。哎，不行，别喝了。为什么一直抓不到你啊？等，到你了，选吧。俊爷，到你了，我来选。真心话，林雨晶，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？对，那你是不是也特别讨厌我？不是。撒谎，喝酒，快点喝！我说真心话，我为什么要喝酒啊？我喝什么酒啊？我你明明就是特别讨厌我，你还说我要是讨厌你，我根本不会跟你来这儿，我根本不跟你来这儿。你不能喝酒，别喝了嘛！哎，你，对呀。要不我们送他先回去吧。没事。没喝多。你还没说真心话，你不能走。我马上回来。好。喏，蜂蜜水。我是不是喝多了？但是人呢？啊，你哥也喝多了，你们刚才互相问了对方十几遍，讨不讨厌对方？顶死人了！你头还晕吗？带你去个地方，走。这地方黑乎乎的。我们去哪儿啊？跟着我走就行了。到了。什么呀？应该差不多了。5 4 3 2 1。不是不应该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时间它这不到点了吗？
之前说这个城市里边没有星星，但我知道这里的星星是最亮的。这里的星海是每天晚上八点准时亮起来，所以我们来的还是挺准时。我之前打了你，你还带我看星星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头啊又开始疼起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那天心情不好，家里出了点事儿。我想住校，我爸不让我住，所以我找你签的字。我知道。但是下次你要打我之前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心理准备？沈娟，我都告诉你我的秘密了，那你的秘密呢？这么早叫我去干嘛啊？你忘了你昨天问我什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带你去。嗯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秘密吗？既然是秘密，要不还是不要知道。这是我舅舅，他叫洛星河，他才是银石店的主人。舅舅，这是林雨晶，就是我同桌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保护咱们店的那女孩，我带她来看看你。你舅舅她？我舅舅她在这儿躺了很久了，医生说她醒过来的几率不到10%，但是我就是不信。我觉得只要天天跟她说话，她就一定能醒过来。所以你之前迟到和请假都是为了照顾你舅舅。对，我从小是我舅舅把我带大的，所以我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来看看你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是展品，不卖。其实我有点好奇，摆在展柜里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卖啊？这个你不用知道。要不这样，我帮我之前做的融了。俊言，真想好了吗？你为了这个店晚上熬夜工作，上学迟到，上课睡觉。沈娟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不要把这么重的担子往自己的身上扛啊。哎，你记得我昨天带你去的那个糊弄鬼吗？我妈去世以后，我舅舅也带我去。我舅舅说，我妈变成了天上的星星陪着我。但人死以后，怎么会变成星星呢？
不过是他安慰我的话罢了。不过那片星海亮起来的时候，好像所有阴霾都能被驱散。那个夜晚，当星海在眼前亮起，你用清澈的目光注视着我，好像一道温柔的光穿透阴霾，如此在我的心上。有句话藏在心里很久了，想要告诉你，是你驱散了我心中的孤寂，照亮了整个夜空。轻轻。